好的，现在玩的游戏是 POE 流亡暗道，然后来打一下那个永生密教的幕后头目啊，终于打到100%了。然后他应该会有两个挑战，一个是幕后长镜头，一个应该打赢就有，还一个幕后长镜头的，这个我觉得我应该解不掉。那好像有人看到有人在卖啊，两个成就加起来一超贵。啊，打打看啊，希望打得赢。那、啊、这个问号啊，100%就可以点长的出。地教本，啊，希望打得赢啊，打不赢要再凑一个出来，其实也蛮困难的。还是其实，在那个海港大桥一直刷，还蛮快的。但那个也是需要时间去把它刷出来，然后我不会又宕机了吧？我刚刚有重开，干嘛这样又宕掉？哦，没宕，好够！哇，直接打啊、哦！读一下图再开打，啊，够了，找一下鼓舞，再抄个，我有风化守卫，虽然现在没作用，我没有把那个账给他，好，等，够，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是怎样？还要等他讲话，我把那个语音关掉，所以没有说话。啊，忘了把那个，欸，还70等嘞，我那么怕干嘛？有人换过来，欸，什么东西？我被什么东西打了？我只是注意一下旁边是蚊子啊，差点就往生了。哇，附沙直接丢地板，好险！哎、欸，然后嘞，这样结束了，不能让他跑了，还是还有，藏身处跑虎场，等等，我杀个蚊子。好，继续，我把我的。有车没换，欸，为什么我的附上没有读到？是不是？我干嘛丢地板？哦，所以不是只有第一场就对了。你这样换回来，所以那场是怎样打好玩的？还是其实，在第一个地方把他杀掉就可以。哦，我没有杀成功。70等耶。想说70等应该蛮容易的，差点被打死。
怪就不会掉东西啊，不是都被过滤掉了，我垃圾就对了。好，到了，先把它换过来了，不然等下又忘记了。哦，是怎样？嗯？为什么这么多个机关？嗯？哦，它现在都在语音当中，我要把语音关了，所以没有声音。我操！什么东西？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会不会太恶心了一点？还好我的那个 ES 还可以吼，不然就会秒掉了。欸，他人欸，那好烦哦，一直锁起。然后其他密教成员也会冒出来，是这样吗？所以他大招要躲，可是我不知道他大招是怎样啊？哎，啊，失败了，我被雕像打到了。哎，雕像的攻击是哪招？这是雕像是不是？哎，什么？30秒，这也失败了。那个我应该不会去解他。我看不到他在哪里，还是一定要待在中间打。没死掉啊，因为只有70等的怪。这会不会太难打啊？欸，不然人呢？欸，这我可以按，不行，干嘛拿五五吓人的招式吗？欸，跑来跑去，这个有没有顺序啊？那个镰刀感觉中看不动用，欸，可是其实被打到超痛。你是不是可以站撸啊？那镰刀打不到人吗？人家都没少血，不知道要怎么打。有少血吗？好像有，好像有。哇哇哇！这个镰刀很痛，我错了。所以现在可能4000-5000，才70本的时候，人家能量护盾打不掉，无法完全减速。不要被那个镰刀挥到，虽然那个范围好像怪怪的，怪怪的。是什么？还是我应该先打雕像，四个角落先 K 掉。没有啊，没东西，没东西。嗯？所以这边是怎样？不能过去的。怪王，欸，你等到能量护盾不见了，完全不会打。这感觉。又有一个雕像复活了吗？是吗？哦，什么东西？比较吓人，好不好？这个是不是应该先看人家介绍怎么打再来打？嗯，变麻烦了。哦，
不知道哪些招式有伤害。这有的招式看起来好像很炫，但是是不是实际上没有伤害？那人家那人家木盾要出现了，然后打我好像越来越痛。这个真的有可能全程都不被他那个雕像打到吗？觉得蛮难的。还是我其实要到这里面打，不会吧？嗯？妈，一个搞不懂。嗯。我只是发呆，移一下滑鼠，看一下周围。血扣好少哦。嗯，我怎么一直被打？嗯，这个指这个方向是怎样？要把这打爆？是这样吗？哎，真的。哦哦，懂了。所以他如果标方向，就要过去把那个打爆。然后能量护盾就会消失一下。然后就跑到中间不知道干嘛。会招一只出来这样吗？招一只密教成员出来。然后过来再打爆。打怎么没有人要打？咦？你是这样吗？我越来越痛，是不是我的错觉啊？那伤害好像越来越高了。那、欸、我现在不能打这个吗？不行。他是不是有回血啊？太恶心了吧！还打会回血？打到一定血量才能过去打那里，还有人呢。哦，这个钉子，感觉就打到很痛那种。最后一次。哇！我被那个……哦，不对，他招那个什么酷鲁之血，你要怎么让他不招出来？这种东西叫枯骨之息，哈哈，好像条件没有变就达成。啊，我挂了。暗焰伤害，没关系，我还有门。我还有五个门哎、欸，这样打不赢吗？有点心虚。应该不会进去，他又满血了吧？这样太缺德了。哦，在，我有开光环吗？有。我忘了开传送，所以还要走过去。欸、有点过不去。所以他伤害会越来越高的。好，能量护盾还是太少了，撑到9000应该有机会站住。可是我不想撑到9000哎、欸。然后我的那个幽魂目前4L 啊，6L 可能伤害可以再高一点，对，是高很多。哦，再来。哎、欸，怎么那么痛？哎、欸，问号，是不是有的地方完全不能过去？哇，不知道怎么打，我就一直扣血，为什么？
进来不透。嗯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一直扣血？我没有看到网就一直扣血，然后死掉了。那要躲哪里啊？都不扣血的、啊，躲过来。他满血了。诶、欸？这不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什没有被什么东西打到就一直扣血就死了，可是我要躲在那个区域里面。糟糕，六个门还打不赢这样。我应该先看一下别人怎么打。好，再来。好，这次躲在上面两个区域看看。哎、欸，快死了！这区没用，这区没用，还是我不能转动，有这种事？也、欸、不能动哦，也、欸、不能动也是死啊！到底怎么打？这怎么打？糟糕，打不赢嘞！来，我三个吧。好。哦。不能动也会扣，动也扣。那我站中间吗？让他打算了。哎、欸，死了。这到底怎么打啊？超扯的！还是我什么攻击那个我的记忆体还没读到，没显示出来？啊，算了，这次应该是被我玩光光了。我真的应该看一下别人怎么打再打。还是剩两个门，我偷看一下。你这个应该要查什么？我这密教幕后头目，我偷看一下，我剩两个门啊。嗯，还是我让他看太多东西了，所以很难打。对，我怎么查到挑战教学心得？没有人说怎么打吗？真的没有，大家都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都没有？也没影片，是我收的不对。嗯，笑。有，最后王密教头目十三星的。一头屁屁打我，烧毁。四个地板不能踩，所以我是带个解燃烧啊。咦？对，技能长进。嗯。啊！炸掉了。所以我是打太慢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个打完还有哎、欸，我没有解燃烧，我不知道是解燃烧啊。有四，那二啊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有没有看我状态了？不知道是不是被烧死。最后两个门啊，有这么难吗？在哪里？这里。那也不是哎、欸，同伴水。
欸，这是解燃烧。欸，又不是。这到底是什么啦？一直扣血。我靠，别人。还有一半。莫名其妙。好，赢了。应该是燃烧伤害。好吧，我掉一个头盔。欸，这样应该没了吧？还是其他地方还有东西？藏匿处。箱子，欸，有东西耶，欸，所以打完还有东西可以捡就对了。这个跳一个，啊，好惨！又有其他的，欸，哦，都没变。
糟糕，这是一个迷宫啊。看来是应该是有多追区而已，哇，那就这样啦。